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刀世界。今天分享一个木耳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分享一个快速泡发木耳的小技巧。将木耳放碗中，加点白糖、面粉、食用碱，倒入温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裹上保鲜膜，晃动两分钟。白糖和温水都能加速木耳的泡发，食盐能够杀菌消毒，面粉能够吸附脏东西。时间到，打开保鲜膜，木耳已经泡发好了。这个快速泡发木耳的小技巧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看一下水，非常脏，木耳在泡发的时候也清洗了。把面粉水倒掉，加入清水，清洗一遍。洗好的木耳挤干水分，放入碗中。碗中倒入两个鸡蛋，加点食盐，十三香。放入鸡精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再次放入20克淀粉，40克面粉，搅拌均匀。把木耳放进去，翻拌均匀。锅烧热，多倒点食用油。油温六成热，把木耳放进去炸。小火慢炸，筷子不时的翻动，使其受热均匀。炸至金黄酥脆，控油捞出，全程大约五分钟。撒点椒盐粉和辣椒面即可食用。一道美味的木耳小零食就做好了。吃起来焦香酥脆，简单美味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